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全联，我们要来买 Bobo 难得要做的。我想吃的甜点。难得哎，娇妻厨房，终于又要复行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哇！娇妻厨房出了一半都在整我啊，难得他在说他想要拍啊，各位难得啊，所以啊，娇妻厨房啊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。再不多支持哦，我看他以后都不想煮了。因为我难得看到你可以煮东西。哪有难得啊？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去吃的那种酥皮浓汤，你要做这个。网上看到有人做，然后就好想吃，好想吃。真的。然后我就想要吃。真的孕妇都有特别想要吃的东西耶。所以你就想要自己做。它还有芋头的酥饼呢。对啊，要猜我点那个。它那个是日本的吗？你要吃薯条吗？不要，我再吃下去我就胖死了。我现在在控制体重，我现在76公斤刚刚好，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。刚刚好。当然啦，刚刚好，我只是差健身而已。我如果健身下去，我的身材就完美。你要酥皮什么的。你还想要吃什么口味？流沙吧。看你想吃什么吧，我都可以。哇，花生没了。这里一包，这一包的。哇，花生嘿，给，花生要杀落来啦。花生剩最后一包了。我看一下。花生是花生啊，还有花生，那我们是紫色，那买一个流沙，流沙，那你还要什么口味？有抹茶，你看开碗冰箱就冰的，我看不到代表外面很热，还有什么嘞？有什么点？你想要加什么都可以。看你喽。波波说他要做酥皮汤圆。会爆掉了，气炸。会融化。你想要做怎样的？就是像酥皮那个，然后里面包东西的。嗯哼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下宝宝要的食材。老婆，你有看到想要加的东西吗？香肠，你喜欢吃香肠？你要给我吃香肠？不是香肠，是你喜欢吃的吧？你喜欢吃长长的东西啊？好像。是有那种，我以前喜欢吃那种布小香肠。就那一种啊，你刚拿的那个、小香肠。没关系，都一样啊。另外一个也不见了。我问你哦，可以炸那个吗？豆腐。对，我要买豆腐，我把你忘记。炸豆腐可以吗？鸡蛋豆腐，这个豆腐很好吃哎。保存期限到。那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这个。你要炸香肠啊？可是要买哪一种香肠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没有吃过。就是有牌子的小牌。对，要买小香肠哎。我看这边有没有？哦，这边都鸡肉卷，这边都是熟食哎。哪一个？小香肠吗？你确定？我没有拿盘子。我去拿。我拿。
各位，现在换我拿哈，然后波波说要看食材，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，香肠你也拿了吗？看你啊，主要是看你啊。我都 OK 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老婆，我跟你讲一件事好不好？就是你就看你要买什么你就买，然后东西嘛，我们等一下再买一个主餐外食，因为我怕失败。没关系啊。各位。其实我们在全年呢，在讨论说要买什么食材做一个 special 的，然后我想了一大堆，觉得说好像这样会玷污了 Bobo， 所以决定作罢，对不对，老婆？没了。哎呀，因为我怕破梗，所以哎呀，怎么被买光了？对啊，听说很好。哦，难怪你要来买。没关系，我们回去的时候还有一间那个。还有一间全联，白木耳这里也有啊。好的。这里有果粒吗？有果粒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要买木耳啊？因为人家说怀孕喝木耳。好啊，不然你买个木耳回去喝，消水肿啊。好像喝红豆水。你最近开始有水肿了。对啊。脚都很像那个，很像那个气球，被灌了风的脚。你要吃这个吗？哪一个？冰淇淋。不要啦，那个家里还有。家里还有，我们先把它吃完。走吧。欸，所以你最后一个 special 的要用什么？那你这样拍就破梗了，一直拍。哦，对耶。会破梗哦，那我先关掉。我们买完了，全部都在里面了。那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主频道 Bobo 做的娇妻厨房。你吃这个东西干嘛？你不是要去买午餐吗？买什么？午餐。晚餐还是午餐？午餐。哦，午餐。你是怕失败吗？没关系，爸爸妈妈在家。我如果肚子饿，他们还可以帮我煮。